要如何安排？谁的爱没尝试过受伤害？就算你无奈，也不应该就轻易走开。你真的愿意自己一个人度过将来？我总是牵挂你要的未来，谁说你想要的东西该不该？就算要离开，也不需要走得那么快。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到底爱我不爱。谁不是渴望拥有一个不被怀疑的爱？是不是有些时候可以想得更开？你真的愿意就这样放弃考虑，不再忍耐？难道我的努力和坦白无法信赖？要如何安排？谁的爱没尝试过受伤害？就算你无奈，也不应该就轻易走开。你真的愿意自己一个人度过将来？我总是牵挂你要的未来，谁说你想要的东西该不该？就算要离开，也不需要走得那么快。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到底爱我不爱。谁不是渴望拥有一个不被怀疑的爱？是不是有些时候可以想得更开？你真的愿意就这样放弃考虑，不再忍耐？难道我的努力和坦白无法信赖？